来来来，进来看，进来看，超级夜总会在大城内票之下，要做多些咯。文牛哥等来到台中虎天宫，今天要来做些踏水真大牌，天后山岳文化高点拍过真厉害。你知道我手肿起来了？为咩？我为着要庆祝讲那生日一周年。一周年，你奖一支，那两周年你又奖两支哦。是。一个贺一凡、黄庆典、翁友贤来接手，人生高峰表大家知。听讲你有几多全部同款的表要来给阮接手一下。我要拖我迄支。什么？我系金虾虾迄支。这，所以佮一个超级巨星洪公王丹妮买来到罗镇，那这阿刘爷风光为之哦，咱来给大家小报一下。是。全台湾唯一个活在人间的国宝，就是丹妮。这没个讲啦。下刚才台湾好歌啊，全新的台湾好秀，龙岩银行的超级夜总会，大家来开生日同乐会。在闽南收视率第一名啦！谢谢哇！今天足欢喜的，通过咱跟他回娘家赶快。方才唱故乡，就是代表咱回来咱的故乡咯。一年前，咱为这个所在出发，第一集的这个播出，嘿，和天宫和阮真大的加持，大神妈给咱真照顾，嘿，和咱一年来呢收视率强强滚滴的起啊！而且呢，这一年来呢，咱的成绩斐然，咱一定来坚持，继续把节目来做更加好，好，大家呢袂当失望啦。我是感觉，咱伫遮吼，徛好，你都，咱所有咱遮现场的乡亲们，大家深深一鞠躬，感谢大家。谢谢啊！除了安尼以外，是咱来向大神妈献上最高的敬意。是最近真流行一种舞蹈，你了解无？哎呦，全世界拢足称的，嘿，叫做骑马舞。骑马舞，种个骑马都爱跳舞啦，对，可以吗？文马骑舞可以啊，可以。有准备哦，有准备哦，有啊，有啊。对啊，都有准备。那买恭喜哦，咱哦，这三位哦，咱第一代这个助理主持啦，是，因今晚的主持人叫做。台湾女孩准备要出唱片啊！我们是台湾女孩。再上台掉这个。第三个叫做台湾女孩哈，因为伫这个超级夜总会表现了真优秀，今麦叫唱片公司发掘了，组成一个团队叫做台湾女孩。对。你三个你都，给大家敬礼，给拍点拍点啦，谢谢。
多无哈？这是向发明的。哦，一周年嘛，一回生日哦，咱来较忝的无要紧，继续服务咱全台湾的乡亲朋友。是，啊，咱哦，这过去一年来吼，这台湾全省真正走透透，是，为我故乡家人的暖暖，台湾头，嘿，忽然间呢，这个呢，屏东的歌手，台湾妹，哦，真正有影呢，总共的去哦，25个砖头。哦，伊莫袂记了，依然的五杰咱就去哦。哦，依然五杰咱有去啊。嘿，总共这几年来有偌济艺人来上过咱的节目呢？啊，你甲算算啊，差不多155个啊。差不多个。所以爱继续拍拼，继续努力落去。对。啊，那今仔日呢，咱节目爱传落足舒适，足澎湃精神。是。同时要来介绍这位啊。嘿。跟妈祖不同款，有咧菩萨心肠啊！是，伊伫咧节目当中咧，感化了咧真侪咧在场的朋友。是，伊的歌声现在是真正有力量的啦。是，咱来欢迎咱这天后詹雅文。嗨。
哎呦，不简单嘞！那看个狗还拍过，你来看。我下步搞那阿门的歌了。翠蕊，谢谢。现场咱所有的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阿门，大家好，欢迎阿门啊！是不是天后你好？哎呀，不敢。今天给你安排一个出场，唔知你有介意无？哎呀，是苏姐。啊，你知我手肿起来了。为咩？为着要庆祝讲咱生日一周年。我拍到这支手怎肿起来呢？这位师姐，你可能误会了。这个高低原来是讲高面，你是伫遐讲你的手呀。所以一周年你肿一支，那两周年你又肿两支哦。是。但是我先做感恩的啦。啊，这嘛是哦，召集夜总会呢，我感觉一上用心的所在。哦。真正是用心。哇。这是安尼啦，今仔日用这扫角队啦吼。哇。以及这后边的固定啦，有你带头安尼吼，下下叫变变叫啦吼。所以只爱先讲一句话：生日快乐。哎，感恩。Thank you very much。我今日咱天后吼，已经来咱过来，咱节目过来抓嘛吼。是。嘿，为着要迎接你出场嘛，你来几回出场拢无同款，你敢那个会记？我袂记哩安尼，但我刚才知讲每一回拢，我感觉讲，哎呦，啊那人家歹谈啊咧。什么歹谈？但是后来吼，你若看了播出了后，你一点仔都袂后悔，你感觉讲这个节目来真用心呐。足功夫的啦。足功夫的啦，滴滴滴滴的小细节吼，拢安尼哦，足计算的，你知道？嘿，所以出来的才是品质。其实我一直咧祝福这个节目，就是感觉讲，伊这个节目咧，真的非常的结善缘，它到处的播放着欢乐与爱。啊，够温暖！我都感觉讲啊，做我顶个节目真罕有这种什么都兼顾的，真的很不简单。所以伫遮嘛，祝福讲咱这超级夜总会盛宴满天下。感谢阿文老师祝福个吼。就那我看阮节目就来讲这个亚文老师哦，甲阮答应讲，伫咱超级夜总会若有机会，要甲咱开一个新的单元，叫做这个心情的单元啦吼。哦。咱开放哦，不过这个所有的乡亲朋友，大家恁有啥物款的心事，啥物款的困难，写批来给阮了后，阮会交予这个亚文老师，希望亚文老师透过伊的歌声，还是透过伊的开示，或者当事者会当心情放轻松安尼。今天安尼呢，全省各地咯，足侪朋友写批来。哦，是哦。今天呢，某一张批为宜兰寄来。这张批吼，咱免乌白讲，这个批真正有邓油搓，真正是为宜兰寄来。为伊人的这个劳动所寄来，一个薛秀清小姐所寄来批，伊这是真正写我阮节目的吼，啊，是不是节目中有提到张亚文老师，到底这批的内容是啥物呢？来，顺便你来念一下来。批是安尼写的，亚文老师你好，我是啊秀清啊，是宜兰劳动的人，我是超级夜总会的忠实粉丝，我的爸爸是一个惊我牛鱼村啊一个土海人，大概。半年前呢，啊，大概半年呢，才一顿顿来厝一届。我有两个阿兄，一个姐姐，我甲大兄呢相差了八岁，伫厝内底啊排上细汉的。妈妈伫生我的时阵啊，比伊的这个预产期早了三个月，我变做一个呢名副其实的这个早产儿，因为我早产的关系，和原本呢就真困难、较贫困的这个家庭呢，佫陷入另外一个困境，不足过来出生的我，因为呢无钱，通我互我伫个保温箱内底，只会当呢靠着妈妈伊个身体体温，或者是即个暖炉来维持着呢啊我个即个身体温度。也因为我早产的关系，对即个食物件个即个排拒，我无法度呢来接受着即个母奶个即个哺乳，所以呢生做乌打散。但是我个妈妈，无管是暗时还是日时，她都来照顾着我，来爱护着我。伊无管别人用什么款眼光来嫌弃到这个阿姨啊，这尼啊细汉，这尼啊歹。我妈妈无咧管别人讲用什么款歹看这个眼光来看到我，因为我妈妈相信讲，只要来挖到，都有希望。后来母亲伫个这个医师的建议之下，用上贵这个中药来调理我的身体，和我渐渐会当吸收到。这个母亲的这个灵来慢慢啊大汉，即马我大汉哦，我有嫁了一个真好的翁婿，我的大家官，阮的翁婿拢真疼惜我，我更加来珍惜讲，我的老母给我的这个性命来爱护着我。前几天因为妈妈脑充血来住病院，守护伫妈妈病床边的我。
去牵着妈妈的手，感受到伊安尼足虚弱的这个身体，伊的体温。我呢一阵的目屎，想起着细汉的时阵，妈妈给我的体温，安尼甲我饲大汉。我伫个家足希望妈妈赶紧会当好起来。我想要甲这份亲情一直甲延续落去，更加希望妈妈会当吃个百二岁，给我有一个机会，会当继续甲保护，继续甲友好。如果哪会当，会当请老师，甲我的母亲唱一首伊上爱听的歌曲《想厝的人》，让伊会当听到。啊，阮兄弟姊妹伫个家，拢期待伊康复，等来厝的团圆，感恩。秀清小姐，你感染到细汉时阵妈妈，因为伊是早产儿，妈妈用伊体温，哦，伊不，因为无钱，他去保温箱，所以妈妈用伊体温，甲伊安尼用个烧烧，互伊有啊多安尼长大成人。我们在亚文老师听了这段故事，你的感觉是？我感想特别深，是因为我妈妈生我的时阵，我甲我妈妈同齐拢遐嘛亡身去，迄当时伫庄卡。嘛叫无客运车，拄拄啊好有一台客运车开唔到咯，撞入来，啊才载着我甲阮妈妈去病院急诊，才将阮两个拢救转来。我会当去体会到四大人的爱，尤其是妈妈，请用囝儿迄份苦心。那么伫遮本来这套单位甲我讲，有一位薛妈妈足紧急的伫家护病房。我嘛无了解讲配的内容是安怎，我刚才知影讲伫家护病房想要听我的歌，查某囝希望讲妈妈若听这首歌，就赶紧的会当回去处理，真平安，真吉祥，回去处理。所以我就想讲安尼赶紧的，我去病院来甲看，想要甲讲，本来讲已经要转出去普通病房，嘿，结果即马人搁伫家护病房，所以我希望讲，咱所有现场的乡亲啊，咱用到一份诚心。
不管是不是对方跟咱无熟无识，咱结一份善缘，咱诚心祈祷，互伊平安顺利，安尼好不？谢谢。那么期待希望讲，这薛妈妈哈对抗病魔，早日恢复健康。你的查某囝伫身躯边一直陪伴你。好，阿杜啊，这首这想厝的人歌声来献给薛妈妈。是，我头尾个姚文老师讲拍摄者，我那封信没有念得很好。因为我看了真侪画面。是。啊，我妈妈无伫个，所以我就特别激动。啊，我有想到一个朋友，伊较早捌甲我讲过，伊讲。以前他那個床頭離最近的要有醫生看的地方是啊，很遠的，他媽媽在半夜兩點喊他早點多鐘哦，是以前都會去人弄醫生的門，因為我這個孩子就在發燒就在緊急不知道要怎麼，這是做媽媽很偉大的地方啦，所以我們做人怕他是誰人會記得喔，多看媽媽多看一段時間鐘就是我們的福氣，有好都未嫌慢，一定要及时哦。希望今日透过咱亚文老师安尼，甲咱大家、甲咱大家斗阵安尼，大家拢有好咱的时大人好无？谢谢。大家拢是有福气的人啦吼。时大人啦，对咧，咱永远是囡仔吼，啊，当然咱是开心的啦吼。那希望薛妈妈早日出院，啊，更加唔忙。所有看咱节目的人呢，除了讲新年不寒以外，大家拢健康。平安吉祥，祝大家祝福。谢谢谢谢。啊，我先代表阮这部甲你要求者无？系。啊，因阮这部算拢是为生日啦吼。系。啊，这工作人员大家嘛不干呢吼，大哭大哭的散的散啦吼，哭啦啊，无多计啊，无多计啦，无多错啊，无多错啦。这严重，咪大家体格拢走精去啊。嘿。迄天干在口风拍起来呢，迄你看不出查甫啊查某呢？我一整趟行咧，嘛看下就行咧。是啊是啊，哇！这查某囡仔咧，哎，真的咧。啊，逐摆若落雨吼，大家吼，真正拢拍无提啦。对啊。对头，坚持到尾。哦。是啊，你是唔使唱一个歌送我阮这部这工作人员咧。哇，大家真正辛苦。有多一条歌会当咧配合这款的心情。其实这种歌是真多啦，但是我想要甲大家分享，就讲你唔通看讲头前吼舞台一分钟啦。在舞台下，大家是哦，安尼真正努力足久，几啊个月，才有一个节目的单元会当出来呈现给大家的。所以咱看到的人拢福气。来，我来选一首较轻松的歌曲，送给咱所有好朋友听歌。听歌，本节目就是让大家听好歌。来，我先出来，来，谢谢。对求白云啊，
谢，感谢雅文老师，是，谢谢，看你好，你的粉丝有够多啦哈，杨幂，哎呀，谢谢谢谢，粉丝团哦，大话一声，大家才知道，镜头在瞧你去，粉丝团在哪里？粉丝团一般拢会安那话，预备起。我来电话，詹雅文，我爱你啊！一二三，许孝顺的粉丝团在哪位？无，哎，你嘛就无意思，手举起，听到许孝顺讲求转去啊嘞！来，画画嘛，预备起，啊无，无安尼，我听话没啊？董恰恰粉丝团在哪里？真正有嘞，应该啦。你比我引导下你追啊！一度这样蒙安丢了。来，许孝顺的粉丝团在哪里？这是太多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我喊一二三，大家喊许孝顺，我爱你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。好好，安尼了，安尼了，安尼了，又滚又滚又滚，卖讲强逼，卖讲强逼。撸不撸到鬼？他都有话吼，麻烦你来再收听一下吼。嘿，那只剩我诶。大家话甲声变强啊！你甲讲啊。今日啦，今日欢喜啦，咱一回生日啦吼。嘿，这个超级夜总会有真侪破纪录的物件。哎呦，不得了！真侪破纪录的创造者。哎呦，嘿，今晚就要来介绍这位，来，大家欢迎，他的外号叫做“秀场的白马王子”，欢迎贺一航。走遍了天甲海角，也是故乡的月台。吃遍了山珍海味，也是阿娘煮的饺子。秋风一年一年吹。多平啊！你有多哇！你好，你好，碰过，是。哎呦，顺哥，没有，贺大哥您好。哎呦，刚刚您走出来那个仪态，哎呦，我想寇世勋来啊嘞！啊，哦，这领导嘞，寇世勋，对，误会啊！你无礼貌嘞，你哼哼你安尼，贵宾行过来，我感觉是曾志豪来到位。黑玩镜，对，我想曾志伟来啊嘞。今日非常欢迎来到现场，哇，这个所在闹热滚滚啊嘞，哇，够多人，为遐侪人，是啦。是因为本节目吼都多一年啊吼，啊嘛，新闻你多年，一直照顾那个感情，应该，即个咱的交情，咱的感情啊，是不是讲一年两年能讲？当然，是因为你呢，伫这本节目啊，创下真侪纪录滴嘞，真是，你买单讲出来，让大家了解一下，表示讲我的伟大，不要紧，尽量讲。是伟大是安尼嘞，伟大是个人的家己的感觉。我尽量平民化了哈。是，我知。来，低调，低调哈，低调。来，好了，我是强起来，大力低调。对，风水哦，叫你不干嘞吼，阿娘。哎呦，刚讲只卖已经有啊，是不？没啦，你这个懂艺术家嘛？已经有照顾了，嘿，是啦。风水我伫这个舞台顶，拢是因为你开始。哦。对安尼下来密密麻麻。哎呦，一首乌玫瑰呢，一当带动遐尼大个记录，无简单。哎呀，实在讲起，我嘛是感觉真歹势啊！一对好好的伙伴，不过今嘛来支离破碎啊！这拢你造成的啊！对啊，一切，想袂到一摔成名啊！对，一对乌玫瑰，即嘛剩一个花卡，你个看麦，到底我的花卡脱离啊无？哇，我今下你看查某囡仔唱歌，
一个后车厢夹起来，连观众座位上你也看嘛？嘿，你看，哦，那厉害，你那还搞发明啦，安尼啦，那是你啦，不然我是。一个开宗鼻祖，但是不然一个你万古流芳落去啊，对不？但是你写到迄个什么什么迄个蔡小虎，你看无？蔡小对哇，嘛是写啊！哎呦，这真奇怪，光都倒写安尼啊！你个你个注意注意到别人无？那有可能够别人啦？你拄啊无看翁立友？翁立友嘛，仔女，我请的本人出来。好，好，真的假的？干么样？那有可能啦！来，我问天，翁立友拍破了来。哎呦，来来来，破下。你好，你好，好，笑脸脸，苏大哥，哎，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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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，过来讲，今天是好发财，你唱我后边，啊不，我都真不满意啊，因为唱我后边一定会歌唱的比我较好，是安尼吗？哦，但是我算算比我较好，有万几个啊。加好笑，加好笑，谢谢，谢谢。因为是你好大哥，无相信讲，哎，方瑞尔的唱歌是你在对我比较熟啊，伊不会相信。是，你是迄阵嘛时间是无头路就太。无我讲真的。你管你来熟咧。超级夜总会，愈熟会愈旺啦，爱会愈旺，因为我是旺嘛，啊旺就爱愈熟才会愈旺。你嘛较早过其实爱红八嘴皮哦，愈食愈旺啊咧。没，即摆嘛爱熟了才会旺起。即摆无共啊，即摆来徛上这个舞台吼。无论对什么款的情形，只要是奇奇怪怪都会红。哦，真是是安尼。譬如讲，你都拄到啊，做第一摆拢是你啊，你来才拄到的啊。哎，这刚讲我清楚，一个歌王哦，你那个指责吼，又无证据，证据还提出来，这不是指责哦，那不是安喏，这是代表伊的辈子有较重哦。哎呦，其他人跟这台顶都发生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伊的辈子我捌看过三斤瓜啦，看活动啦，一般人尿哦不得了啊，看人尿咧。喂，哎，到底是虾米发生虾米？我诶第一摆。夜雨伞的录音，本节目不管是透风落雨啊，第一嘞夜雨伞录音，跟你拍破一下，谢谢，感恩。哎呦，我第一拍破声是夜雨伞脱了。对，等下，对，大家可能记忆无啥好。是，安怎讲？夜雨伞算啥物？啊，无你讲啥？我来只录音录个千号满嘞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你小探听看麦。真吗？禁忌，搞禁忌哦。来来，小看，来来，小看，小看。真正千号满吗？看麦。哎呦，哎，没事嘛，现在这里有，我说，哎呦，啊，这里未来山来亲友，这位龙友，哎，但是你用看边一个人无？哎，边一个？黄西田，哎呦，哦，西田哥，我即马甲回想起来，哎，刚刚有黄西田的，有落雨拢对到黄西田，我先甲叫出来门看嘛。哎，对对，去，今日好天好天，敢要甲请出来？黄西田的拍就破了，这样子对，永远的小朋友。对，我真正哪有进来杯哦，来杯溜顶哦，比篮球较大粒哈，真诶。你买来佚佗？什么？你是调皮哦，叫阮大家来讲讲你图片你犯罪是不是咯？买来佚佗。我有犯罪。阮拄啊研究了吧？这个节目一落雨，大摆拢是因为黄色电在场才会落雨。是。哎，你来讲这，我要相信。你要相信。所以我今日穿白色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落雨。我普通来如何？你个看我拢全部共识，唔准我穿白。不过咱讲真实的，每一摆吼，那落到我出来时阵，阿火就拢停啊。啊，有影咧，大家讲你唔是。这厉害！你意思是讲，你咧落影时阵头前落雨，你出来无雨？无雨。证据摕出来看。叫你叫人加出来啊？无啊，我无啊。啊，无加的哦。无咧，无。真实的啦，伊头前啦，什么白冰冰啦，什么拢无。你拢无。特别安排。所以吼，以后呐，倒一个所在呐，拢无雨水旱灾，是，咱就吼，超级夜总会就去遐录影。喂，请西田哥，规条弄黄大哥唱，无啦，对第一就开哦，一条哦，一条哦，小蛋，是啦，因为我做阿田啊嘛，阿田就是有水嘛，需要有水，啊水就是灾，啊水就是灾啊。哦，伊即摆要开演唱会，是毋是请河马去听歌？好啦，迄伫内底卖，迄伫个巨蛋大门内底砍掉，迄卖啦。是安尼吗？你保证伊讲迄个出国袂兴奋？我甲你讲，这边演唱会一定要爱去来听，五十年一届。哦对啦，我是后辈，不要马过去听，爱五十年啊。哦对啦，这种样子，迄阵我就八卦岁啊。第二回要放龙眼大。哎，听起来怪怪的。当人大片无，全部买，模仿只杨小平的。对啊对。明知道我不该爱你，不要等下，你要小心。小管啦，小管。哦，讲到创新，我感觉恁三个唔捌合作过哦。哎呦，但我三个啊，是要唔捌啦，要唔捌。
唱唱片啊，台顶台顶嘛，敢那唔办吼。慢慢。但是这队吼，这队部队非常完整哇，排头哇，排二，然后呢排尾哇，都还好倒嘞咪啊。哇，这队真真精致。我一个建议啦，恁三个吼，我都三。三大歌王嘛，吼，不同世代，不同世代，不同世代，嗯，跟一条同款的歌，哎呦，三种语言来唱，你看，老中青三代就对了。我不会安尼讲哦，安尼啦，安尼啦，跟一条，刚才阮老爸黄色点唱的，哇，这句话你也讲会出来，大个，我现在就记得。少年，你保养了无？你爸爸黄色点。哎呀，我唱一个，刚才阮老爸唱一段歌啦，黄色点，吼，哎，阮老爸黄色点，是啊，你什么名？是恁老爸还是黄秋？你爸爸？我黄秋点，那是阮阿公啊。哎，伊个佫较济个，你有较济。再讲，我来唱一段歌。恁爸的，叫做黄色点。嘿，迄段歌吼，较早伊唱的，讲好做伊唱的时阵吼，是日本歌的时代。哦。嘿，日本歌的时代。哎，优美的那个。哎呦，昨夜梦醒时，哎呦，这段歌国语嘛有，叫什么名？阮职工啊，昨夜梦醒，阮职工啊，贺八行是吧？阮职工啊，青山不唱过，青山，对哇，对哇，阮职工啊，系啊系啊，对啊，做台语版，我顶届顶年清明去拜望，阮阿祖托我讲。你一般你讲我咧，你那做个不够多，恁祖太，祖太太作为阿爸叫祖太哈，来来，叫什么名？混色星啊！混色星，拖下去，来来来，讲一下，过来，做一拜。真正好听，今天有炸礼物来，二十张票要送给咱的粉丝，对，只要讲吼，咱这个超级夜总会吼，这个网页，咱就是参加，参加这个网页啊，你去有二十张哦，20张准备送给咱大家啊，咱这个12月7日，我伫高雄，咱这个巨蛋的这个演唱会，好，啊，咱就是讲无气焰来给我加油，安尼，是，好不好？二十张还是几笔都有啊？哎，几笔不几笔，我。那个咱迄个接触群，大家一起迄个啊，一起就粉丝专业啦，那我觉得邀请大家哦来一下，你蛮在，无啦，这样呢啦，碰哥，因为我嘛今年都要办耍，办演唱会吼，票拿往上的吼，讲真正，这是足民族的代志，但是大家唔通较站立，爱开钱来捧场咱台湾的歌王黄西田。回路来路往，路来路好，好冇？嘿，哇！大家是不是啊？啊，就等下讲了解，就我就得到黄西田大哥演唱会门票哈。好，啊，都要听三大歌王唱耍。是，千万别来介绍一位，正讲是咱中部的歌王唱了。各位亲爱的现场的女士、男士，各位贵宾。
新中啊介绍，风中舞林惊动万高，万人都夸红啊 ！Ladies and gentlemen, Super My Club Showtime, Let's welcome the King of Hong Kong, the King of Hong Kong, Mr. Chen Lei。本节目开播以来，为了放烟火，就敢那单位那样啦。哎呀，哎呦喂，碰诶，孙嘞，孙啊，是，哇，哎呀，亚弟啊，啊，等你太久了，等你太久了。是，今仔这个场面，咱三个我都听着这个昊昊天宫。是。加甲大家接一个新年，非常的欢喜。啊，今天那是本这个超级夜总会一回生日，麻烦你甲阮祝贺一下。祝贺！祝咱这个超级夜总会啊，是会当福如东海啊，寿比南山，咱的欢乐。感恩感恩感恩！你讲话多欢喜，咱三个你讲麦，嘿，整形前，整形后，我整形失败了。哎，喂。
你演的足客气的，是啊，三个人啦，徛在中间，那就是上烟斗的嘛。有没有？哎呦，系啊，咱三个人比你嘛上个烟斗。你甲看嘛，今日这个翕相机好来，来，咱要翕同齐来吼，弄三个，吼，西瓜甜不甜？甜。好，三声妖怪吼，大家翕相。是是是。那今天为着你要来啊，本节目员工是大费周章啦。哇，真的啦。中开刀有啊，哎呀，无同款的镜头。你甲看嘛，今日哇，咱这是女家将的，女家将哦，女家将哈，这拢查某的哦，嗯啊，不是查甫的哦，不是啊。哎呦喂，拍破啊，这样好无？感觉好猛些。我跟你讲哦，家长啦开面了是未使讲话，未使讲话，未使讲话哦。啊，中秋伊小可会使讲话，伊如果开面，你给他开干尔。各位，哎，你咪请来掏钱，你我去，什么钱？好啦，我是好来，有请，有请，请。哦，而且不过还先个请到一个，看伊会使讲话未？你可以开口吗？好，来来来。阿瑞哥，你有啥问题，请你甲问个。请问你敢食饱？还没。啊，袂食啦！迄为着你来彩排，下晡三点要打呢。安尼，不是，我问，你食饱未？迄问过啊。你是听哦，这种新闻我唔敢我白问。无啦无啦，哈，无啦，咱那个请个门将讲的哈。对对对对。啊，请问呢，这应该要爱叫呢，请问这位大将哈，来者。好心啊！哎，不，意思讲你一日搬是多少身啊？嘿，阴路同住，阴路同住啦，阴路同住，开路的开路，开路开路开路。哦，里面年纪最轻的是几岁？十六。十六岁，哇，十六岁，十六岁啦，是十六岁，吼，你这还考勤文这里正讲的，十六，安尼好，安尼集团给你赞助啊，安尼好，感恩，安尼免得退稿，我唔知啊，系你个，来，咱就看，好来，预备，真严肃哦，哎呦，掌声鼓励，感谢，哇，哦，红，哦。我是因为吼，因为你久无出来唱歌，我今日咧全台湾四月去，都有几卡条音嘛，有诶无？什么的卡条音？我就叫这女家长来甲你加持者。特别来甲你静静诶。今日这个场面，我实足感动诶，莫怪我规身躯你看卖，吼，白叔叔你看卖，哎呀，真多呢，白马王子啊，是，唔系，但是观众朋友他都有卡条，来咧想要了解。安尼哦，为什么你的口拢吊咧半空中是啊？什么半空中？这种下半空照你做诶，你半空中。还有字了对哇呀？对哇。先讲迄个山砍落来，不讲就是你个，哎呦，牛生，灾苦，灾苦，吉祥啊吼。系国兼如意啊。你家巧。系安尼哦。你甲观众朋友深深一鞠躬。你那乌皮来，你安尼接骨无伫个挂挂，唔知咩嘢都为啊。你是咩都去啊呢？什么咧比？拜托诶。嘿。我拢伫多咧行咧比。拜托，无啦，最近吼，因为你看我每年拢有出新歌呢啦，嘿啦，啊，你最近哦，你都知影吼，最近话太无闲诶啦，啊对啦，除了演唱啦，吼，杂杂滴滴啦，是啦，那这阿瑞诶丰功伟绩哦，咱来甲大家小报去者，是，全台湾头一个哦，头一个伫咧对岸诶中央电视台唱台语歌，就是陈瑞，哎呀，我小小甲吹一下。全世界第一个去到新加坡国家的表演场来开个人的演唱会，第一个陈瑞先生，谢谢。啊，全台湾唯一个活在人间的国宝就是陈瑞。这免阁讲啦，免阁讲。你无看我咧做红讲的，嘿，咱今日去学会今日总干事甲主委，快主委阮亲动呢。哦，是，你呐，咱注意吼，年岁有呐未少，对，有呐真健康，有呀，啊伊爱听一挂老歌，安尼哦，一挂老歌你都足有研究诶，拜托诶，我都帮无呐，歌方面咱都安那未歹啦，啊好，嘿，阿仔，迄个一条迄个真老，叫做阿爸诶话，阿爸诶话哈，今未晓，阿爸诶话，这条是，哦，我知，听，啊对，这足好听，大家拢在期待诶！啊，安尼哦，嘿，你临时甲我考，我，惊，阿爸，我爱叫你阿爸哟。
阿爸的话你就听的。哦，这个精彩，等你的秀是还没说，上精彩，搁在后礼拜，当面全部欢迎来接受哦。家己竟然是跳舞演播偶像剧，偶像剧的广告语。拜托，我较早阮彰化县大成国中，我演讲比赛第一名。真是安尼？真的呀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我相恋多年，情投意合，今天就在大妈前面。大庄妈，大妈，大庄妈了，大妈。陈志祥拍领导，跟杜德林是小罗耍花枪剪作品。哇，好厉害哦！一个发得起，哎呦！好啊！主持人苏南五十年。一阵林建玉靠他稳，演出感人的戏剧，保证和你看看白晒十十天。这给我买。好，离婚协议书我签。拜拜。超级夜总会贵神是大牌，是一个接一个。下礼拜一个玉女掌门人林慧萍还没来，上阵的台湾好歌，上新的台湾好秀，拢在明天八日暗时六点三十分，神秘台湾台超级夜总会，欢迎俄罗斯大气哦。